现在这个地方到第二段的结束的，举手上市哈。好，白鹤亮翅一承转上步，二交换重心，阴阳掌转换。好，螺西按掌转换上步。好，螺西切按掌，海底针一后回转，好，二提后坐，提手撑掌，三承跨叉掌。整烫背，一起，二上，三开，好，开。啊，这个地方注意的是，我们的方向要明确啊、哦，然后前面的胯要沉，后面的胯要松开哈、哦。好，再来翻身腿，伸腿，一后坐，二转身后脚，带手过来。好，角度要多一点呢、哦、哈。三，移重心，胯一沉，搭手，好。前头转，右脚上步，好，第六个动作，拳收进来，掌再出去，弓步完成，好，